日华花卉千算百万团，是在台北市贸易大楼，示范表演了花卉设计的艺术。他们所表演的花卉设计跟一般的插花艺术不一样。花卉设计是利用塑胶泡棉做的插花的插座，用胶带跟铁丝等东西固定花型，使鲜花或者是缎带花经过装饰或是加工等技巧的安排。 而增加了花卉的美，拓展了花卉艺术的范围。花卉设计也有实用的价值，可以使用来送人的礼物，增加美感和情趣。